喂，我是吴继新哈，现在时间是下午哈，2:25哈，今天是2月28号哈，2011年哈，我们现在位置是在台湾哈，台北市哈，凯达格兰大道上面哈，今天刚好是228周年，64周年纪念日哈。我们今天在民主进步党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哈，举办228哈64周年纪念日，希望他们现在的话已经搭起来舞台了哈。这个舞台的情况跟红三军哈，红三军时期哈，2006年哈，那个舞台是差不多的哈。然后他们现在播放一些歌曲哈，警察在旁边维持秩序哈。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舞台哈。啊，还有啊，放着特别的歌曲哈、哦。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哈、哦，能够这边用近距离哈、哦、来拍摄这个228，它主要的主题哈、哦，64周年哈、哦，追究责任，实现公平哈。但是啊，民主进步党哈，228六十周年纪念哈、哦，它主要的诉求哈、哦，是追究责任哈、哦，实现公益哈。哦，它是由台湾国家联盟还有台湾228关怀总会齁、哦、联合举办的齁、哦。我们这里看到它有一个和平歌，还有这个左下角这个是百合花协议齁、哦。这是民主进步，这个是台湾民主进步党的党旗齁、哦。我是吴继新齁、哦、非常高兴齁、哦、有机会来我这边做一个很简单的报道齁、哦。非常谢谢。我们今天是228周年齁、哦。和平周年纪念日，谢谢。这边哈，这边今天我们等一下还要去，阿巴和平公园哈，这总统府今天哈，特别还要降半旗啊，悼念纪念这个228国殇纪念日哈。这是台湾民主运动啊第64周年纪念啊，现在全世界刚好埃及哈、啊、革命成功啊哈、啊、革命运动成功，台湾的话也算革命运动成功啊哈、啊、所以会有一个民主总统选举的制度嘛哈、啊、突尼西亚成功了嘛，利比亚人民正在跟格达会啊进行最后的奋战哈、啊、非常艰难哈、啊、我们也预祝利比亚人民哈、啊、能够获得一次革命运动成功的机会哈，我是吴继新哈，从台湾凯达格兰大道哈发出的报道，谢谢。